我加入了香港舞蹈团一年了，舞蹈对我来说是舞蹈对我来说是一种没有规律、没有界限时间的艺术形式。我觉得我的思想很自由，但是有时身体给了我很多限制。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，所以我觉得我会不断地去追求和突破。我是黄志星，我来自马来西亚槟城。